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这里是由特仑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淘宝买菜提醒您上期回顾。我加了仓库，加仓库，好狠。我啥都没管，都是他俩弄。那我也休息一下。幸福，一心一心，深得我心。一心就是五感、力量方面，还有这个核心的部分，还是要加强。一心，脑瓜子嗡嗡的。你先不要想了，顶峰相见。拜拜姐，拜拜。各位父老乡亲，欢迎收听今天的蘑菇经济电台。想要富，如果咱们种五十一棵树，这个仓库就是咱们的了。通过八方支援，蘑菇家人已经挺直腰杆儿，成为了仓库的新主人。就是狂，以前哪想过开车进来呀？从此告别衣食住行焦虑，实现仓库物资自由。为了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蘑菇家人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决定同步发展精神文明，把五斗米仓库升级成向往的图书馆，并在村里举办一场古典音乐演奏会，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之前的农活让我们见证了蘑菇屋的团结一心，本电台相信这次蘑菇屋一定又能创造精彩，成为全村的骄傲。朋友们，咱们不是在网上弄了那个升级这个图书吗？大家捐图书吗？一共捐了2000多本。哇，2000多本。然后呢，今天把它弄好了，明天呢就开馆。今天下午4:30。你们仨啊，码头那儿，白灵洲村的小孩都在对岸上学。上完学回来的时候去通知一下小孩，好，明天来参加这开馆，而明天正好6一儿童节。哦，对，好幸福、啊。今天是世界无烟日。明天6一儿童节。请问昨天是什么？昨天是无烟日的前一天。不对，昨天是5月30号。30号。它是个什么日子吗？没有，我只是问你昨天是什么。今天也是谭松韵的生日，祝松韵生日快乐。松韵生日快乐。因为你在拍戏，所以你今年没有来蘑菇屋，我们很想你。插了一段松韵的生日。来，我们同时要祝福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我们也要顺便祝6月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祝大家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生日快乐！哎，然后这个图书馆啊，我请了一朋友来，哦，就是一直以读书人自居的史航老师。哦哟，哦，哎呀，史航老师。沈浩老师，哎，胡子挂掉了，长得好像西西啊，你沈浩老师。哎，对对，你是我们的、啊，你见了股东之后也没有好好的打一个招呼，你真的是。股东们好、啊，哎，可以，鞠躬是可以的。你在干嘛呀，西西？到里面说吧。好，看一下，哎，这是弄什么了你？哎呦，哦，就是我们不是跟网友发起了一个向往的生活旧书回收计划吗？对。然后从5月15号开始到今天，五斗米仓库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投喂，其中呢得到23所高校的支持和助力。哇！截止到昨天晚上，就是5月30号，仓库一共收到了2574本图书。我们向这捐书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祝这些朋友们生日快乐。谢谢你们把我们放到知识的海洋。何老师，这是所有的捐赠的名录。哦哟、你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向往的图书馆的捐赠纪念册。哎，这里密密麻麻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哇，人的名字和捐的书都在这儿，真好。哦，这还有工具啊，登记簿啊，对不对？哦。哎，这儿还有这个呢，何老师，这肯定是给我们写来的信呢。信，
你看这个人很酷，他说老师们好，书籍大部分都是全新，很多都没来得及翻看，书籍是小朋友帮忙整理的，想以孩子的名义把书送给小朋友们，让更多孩子看到书，同时也让我的孩子培养爱心，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越来越美好。子阳小朋友多好，他就是用那个孩子的名义来。再来一封，这封黄色的这个信皮这么漂亮，一定是写给妹妹的信。我看真的吗？来，妹妹来念一下。谢谢向往的生活，既让我看到了我的老家美丽的常德，又让我看到了我的偶像张艺兴。张艺兴，写给张艺兴。希望我捐的书能够派上用场，姓名张艺兴的贝壳。哦，张艺兴的贝壳。对对对。为什么叫张艺兴的贝壳？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粉丝就是贝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硬啊。硬。硬，那为什么不叫钉锤呢？你觉得一群粉丝叫钉锤像话吗？这个更硬啊，那是贝壳好听些不？哎呀，真不错，能力都是逼出来的，不会带团队你就只能干到死。这句话太狠了，是吗？不会带团队，那你就只能干到死。高效执行的九个管理方法，这个是。哎，真是，很好。这个明天六一儿童节，咱们图书馆开馆，我还叫了那谁，咱们上次来过的，会做木偶剧的刘晓艺。哦。来给小朋友。这个还有木偶剧专业的，木偶专业的彭昱畅，主要是玩这个叫撑头是吧？杖头，杖头。哇，太酷了。那我们就着手布置吧，因为明天就开馆了。可以，来，我们先把这个架子摆上去吧。好，好，来，先摆架子。这中间的空间也可以摆上这些小凳子，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应该放到这个里面？看它的尺寸是不是合的呢？对，是吧？是的。好，酷，做得很好。那这个上面我们是不是放五个最漂亮的书呢？对。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在下面，把这个放到里面就可以，上面摆一层书，然后下面再摆一层书。谢谢，不客气。谢谢，不客气。怎么？为什么还多一点啥呢？这个是可以钉在那个墙上面做小书桌，小朋友可以在这写字儿。哦，钉在这儿哈。那钉上吗？好。哦，进去了。下面你就快了。漂亮。哦。好。稳。来，朋友给，来，下边的交给你。来。钉完这几个钉子之后，我想到了这本书，我决定不钉。因为不会带团队，就只能自己干到死。来，下鹏鹏，带团队很重要。陈老师，何老师不能自己盯。这不是有团队吗？好，鹏鹏上，鹏鹏。怎么跟着枪？师傅就拿了一本书指着镜头说：“不会带团队，你只能自己干到死。”这就不是，这就是他的团队。鹏鹏，你要不会带团队，你就只能自己干到死。你让我来吧，我来敲几下，我也是你的团队，好吧？我们每个人六下，好不好？好，一、二、三、四、五、六。好，我怼进去一些了。下面我的团队，谁是我的团队？好，你是我的团队，上！一、二、三、四、五、六。好，妹妹上。我是您的团队。好，妹妹来来，爸爸做你团队，妹妹让开，来，爸爸是你的团队，你的团队厉害呀，你的团队在食物链顶端呀，谁设计的？傻子，快让团队上，团队上来，哎呀，这哪边都不好弄啊。
进去了，朋友们，我敲了四下手，我就是忍着不喊疼。来，我的团队来了，进去了。哦吼，指定走，张艺兴，张艺兴，张艺兴，就是这样。可以可以可以，漂亮。我感受一下，是结实的，哎，结实结实结实。这边还有，这边你再把它最后搞进去一下。艺兴，看，谢谢艺兴哥哥。哎，真的可以哎，可以，好，漂亮。那这个书，我觉得我们先按照它大概的这个先上，上完之后我们再微调，好不好？行，可以。好，妹妹，哎，你来弄这个，这放笔筒。嗯，好。啊，这个事儿交给你，细心的活。哇，这本书我读了好多遍，很好看。我们仨，叫杨绛先生，这个写的真的好。这本书我很喜欢看，《毛姆的面纱》。上桌率最高的家常菜。哦，瓦尔登湖，哎，瓦尔登湖。哇，这本书肯定很受小朋友欢迎，《格列佛游记》。哎，我好喜欢做这个工作呀。这一辈子要读多少本书？没有数，读书写的书一定比读的书要多呀。这里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是很用心的在给我们书哎。哎呀，真的好多书真的挺好的。哎，这还有这么新的书？因为刚才那个信里面说了好多，不是说把旧书给我们，是专门为我们的孩子们去买的书。真是的。哎，谢谢大家，祝你们生日快乐！哦，不分类了是吧？摆上去，回头我们再来分。这应该等史航来给分，史航很会干这个，是吗？哎，闻着这个野的味儿啊！哎，这还有这个，看，嗯，这还有丝瓜。哎呦，这什么鸟飞过来了？咦，远处飞来一只鹦鹉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欢迎好，张老师，张老师，欢迎欢迎欢迎！哎呀，你们都这么白，我这么花。好，何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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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父子见面，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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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芷安老师，哎，来，帮忙，芷安老师，芷安老师，你也可以跟我握一下。一星好久不见，芷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妹妹，你好妹妹好，请进，今晚你睡的地方，你看一下，我们这还挺像样子的。哇，真是挺像样的，乡村图书馆，对，挺棒，这样采光也还可以，采光很好。这里只有一本是史航感兴趣的，关于史航的，叫晚熟的人，嗨，晚熟的鸟。咱们怎么弄呢？咱们现在商量怎么弄。我看你们已经干到没分，就乱堆一块了。它又有诗词，又有这个儿童读物，还有冬夜归吴，这还有等待戈多呢，啥都有，你不用分了，我觉得分不太出来。那你说他们来之后就别按照 A B C D 那么查了。对，是，但是我觉得应该大概给人一个门径吧，万一是转一圈不回去了。这样啊，我们先往上摆啊、嗯，然后摆完之后呢，再慢慢摘。对，咱们第一个责任让他离开地面。对，然后再说别的。啊，另外有一个工作我觉得重要，有的书万一有上下的，尽量搁一块儿。哎，谁要看到了《三国演义》上，《三国演义》上是吧？哎哎，好，三国统一了。我觉得这书咱们还是这上边冲上啊。啊，对对对，要。哎，你看这是谁摆的？这你看，全是反着摆的。摆这书人还是一个看书的人。对对对。哎，各位，你们拿着新书，如果看到了这个腰封，这腰就给它摘了啊，要不然它互相插着就插烂了。这书腰把腰给它摘了。这小孩的绘本是不是稍微先给？现在比如我看见一本戏剧的啊，比如我就自动往一个地方先，假装它是戏剧类。对，假设我也觉得应该，我就顺手就弄。何老师，杂志我给您放下面。对对对对，我来往上摆，我这边全是杂志。你可以先就是名人传记吧，这算，你可以先剁在一块横剁着，我一会儿再凑别的名人传记。
但我在这儿看见一本东野圭吾，把东野圭吾搁一块是吧？四本，我现在有四本东野圭吾搁一块。不，这个书，哎呦，这十万为什么是一堆？这还有一堆，还十万？十万为什么很多呀？我小时候读的书。对呀，你小时候读的书应该就是妹妹没读过的书。不是，那小时候都读了这个书吧？十万个为什么？我读的是十万个不为什么。不是，读了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学会了十万个不为什么。哎呀，这书真好，兰博。这一本是给孩子最好的书，这个我要做隆重推荐，642件可写的事儿，这本书特别棒，就是旧金山写作社的。哎呀，太棒了，居然有人这一套书，你看卖兜故事。哦，这真是卖兜卖，这真是有心人。我觉得过后我得拿手机把这些想要的书封面拍下，回自己买，有好多是我没有的，是不是？就是第一阶段完成。哎，刚才我看在哪儿放了一堆诗歌的东西，诗歌的谁记得啊？就在这儿呢，诗歌就在那下面。好，来往这边放。仓央嘉措，这是诗。哎，这儿有一个地方专门都是诗啊。啊？就这儿全是诗。诗或者散文，往这边来。那唐诗宋诗，是也算诗。诗在哪儿啊？那都是诗。这边是吧？来，这儿就行。好，这往这放。何老师，哎，我觉得现在刚才诗一弄完，这有点意思了哈。啊，咱们现在是不是快分类的这个？我这里已经归成类的，我申请先放上去。好的，比如这些是全是传记，有两摞。来，传记通通给我。这是日本的书，日本在这边搁一点，最好的外国小说是外国文学。猎人在这，行，这是我这中国文学啊，给你整的。咱们现在就为了清晰，先有三类丰富它：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和传记。就行了。高窗，这是诗，这算传记吧？对对，搁开这本，都搁那个对边上那个第一行。聋哑时代，这是双雪涛，这刚才跟你刚才搁一块儿。余生接假期，这个搁。麦克尤恩可以吗？麦克尤恩搁这行吧，搁这行，搁这行。这个搁底吧，把咱们马伦穆德。啊，这当然马伦穆德。这康拉德，这康拉德黑暗，我黑暗奈波尔这个，那很棒。然后，哎，何老师，哎，我觉得这上面应该摆上是吧？对，肯定摆一些好看，上面肯定是摆一些好东西嘛，门面。就是我们那什么，各自推荐。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举办一些朗读会。哎，我们真的，我们可以其他人干活，一个人读，也算是给大家服务。对 对。玩陆续的，可以，好。我找到了一本书，哎，啊，最适合念，因为它叫《世界上最伟大的演说词》。哎呀，这专门给你预备的，专门念。请允许我为大家朗读诺贝尔文学奖得奖的福克纳在得奖时的一段话，叫做《人类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奖并不是给我个人的，而是给我的工作。包含人类精神苦痛和挣扎的终身工作，不为荣耀，也绝不为任何利益，而是为了创造出人类精神中的某些事物，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所以这个奖只是暂时属于我，不过我也想趁此机会礼赞一番，作为我人生的巅峰。今天我们的悲剧是一种全人类的肉体恐惧，它维持的时间之久，直到现在，以至于我们都可以忍受它了。那儿已经不再有精神上的问题，因此，如今从事写作的青年男女已经忘却了人类精神自相矛盾冲突的问题，而只有这个问题才能成为最好的作品，因为只有它才值得写作，值得我们去经历苦痛和挣扎。人类必须再次学习它们。他必须使自己认识到，任何事物卑贱的底层都会令人害怕，教会自己在岗位上只留下心灵深处古老的真理与真相。如果这些古老的、普遍的真理缺少了，任何故事都将瞬间消失。这些真理就是爱、荣耀、怜悯、自豪、同情和牺牲。哦，伟大。
而且很适合今天来朗读的。接着读，史航啊，我呀，对，我找就刚才我最惊喜的麦麦故事，因为大家只知道麦兜故事，其实他有个好朋友叫麦麦，这个麦麦故事，而这个是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故事啊，叫完美的橡皮擦。好，求了妈妈很久很久很久，麦兜终于得到了这最美丽的橡皮擦，最美丽的。背乌龟的男人，我对12岁那年的记忆总是不可控的惶恐。这不是因为这又过去了很久，发生过的一切可以成为封存的东西，这是个胶式的说法。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假如我只是一只小狗，而不是你的小孩，亲爱的妈妈，当我想吃你盘里的东西时，你会不会对我说不？你是不是会把我赶开，对我说滚开，你这淘气的小狗？那么走吧，妈妈，走吧。当你呼唤我时，我再也不到你那里去了，也永远不再要你喂东西给我吃了。如果我只是一只绿色的小鹦鹉，而不是你的小孩，亲爱的妈妈，你会不会把我紧紧地锁住，怕我飞走？你是不是也会对我指指点点地说，真是一个不领情的鸟？我先把好的小说搁在底下。你这级别，我查查你的级别，对不对？查证一下，你给我抬筛出两个来。我还真不敢筛。哎，其实这会儿最有意思，这会儿是你真正按照自己的喜好在抽书塞书的时候，这时候最爽。是啊，就像你一个人在发一个什么，什么冠军亚军的。那个艺兴、鹏鹏和妹妹，哎，现在准备出发去找小朋友吧。好，去码头。好，几点啊？两点，明天下午两点。明天下午两点啊。跟他们说有奥特曼在这等他们。好，还有可爱的小木偶皮诺曹。好喽，我们把糖带过去吧。好。好。来，哎，稍微慢一点开，阿弟。好嘞。好了吗，妹妹？好了，好了。刚才一心看那本团队的书去哪儿了？这些啊，真的要给这些工作人员，真的要看一下这本书。哎，哦，就已经放学了，刚好。对，哎，孩子们，他们在说无人机。无人机。嗨，孩子们好。Hello。哎哎哎，这么酷，这么酷，糖不要吗？不要。啊，不不不。我跟你们说，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帅哥，帅哥，哎，帅哥，留步，留步。他不要帅哥，他叫吴亦凡。啊，好好好，那个是吴亦凡，他叫吴亦凡。你叫什么名字？吴亦凡。吴亦凡，好，哎，吴亦凡，吴亦凡，对对对。你喜欢读书吗，吴亦凡？不喜欢。你不喜欢读？不要这么直接。要什么喜欢？那个吃糖吗？不要。哎，别走，别走。是这样的。今天开了一个图书馆，也有漫画，也有漫画，还有木偶，你们知道吗？表演2点，知道吗？明天下午2点，在那里有奥特曼，奥特曼你知道吧？来，拿了它，你明天下午就可以看到奥特曼。他们好乖啊，就拿一个。你们可以多拿点，没事的。要吗？1:0。朋友，你有什么想说的？感觉你有很多话憋在心里了。我先走了。好嘞，拜拜啊，拜拜，小朋友们。拜拜，明天记得来。明天下午2点啊。他书包是奥特曼。啊，明天下午2点有奥特曼。明天下午2点，奥特曼在那个图书馆。
哎，这个得搁地下，这得搁地下。盯点这玩意儿再上，装修就行。那我就把这个写了，王老师，你写吧。好。哎，你们看见这好看的书腰就摘下来给我啊。好的呢。哇，哦，你把腰封牵着，这样好看呀。对呀、明天两点有奥特曼。Hello， 小朋友们，你们好。要不要吃糖？哎，明天两点钟，哎，小朋友，小朋友，小，奥特曼，知道吧？泰罗、迪迦、银河。哦，不知道。要棒棒糖吗？明天下午两点。不是幼儿园。他知道了，应该知道了。他心里很笃定，说两点我会过去。两点我一定要去。你们看看呗，喜欢吃什么味道的？给妈妈一颗，那给爸爸也给爸爸也一颗呀。我也想给。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奶奶、弟弟妹妹有没有？弟弟妹妹啊，奶奶啊。对啊，我们要分享嘛。不喜欢吃糖，好的。嘿嘿，我们一起回去。可以。你看那个小朋友，他想过来拿，好像，但是又不好意思的。你要不要？你来拿一个棒棒糖吧。明天下午几点？两点。我想有赛罗终极形态。赛罗终极形态啊！啊，现在赛罗都有终极形态了。到哪里看？到哪里看？到图书馆看。图书馆又在哪里？就在那个蘑菇屋旁边。哦。在蘑菇屋旁边图书馆。应该他们都已经知道我们的时间跟行程了吧？知道了，刚刚都回答了，得回去了吧？得回去了。啊！哎呦！明天下午几点？好，漂亮。拜拜，明天记得来。明天下午几点？两点。下午两点。明天下午两点见啊。几点啊，小妹妹？两点。OK， cool。明天下午。好的，两点，不见不散。小心，你别跟着跑，你别跟着跑，你要干嘛？让他先跑吧。他就要赢你。他要赢我，他一定要比你在前面。好啊，那我们先走了，明天见。
明天见。跑不动了，别跑了，别跑，不不，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他要赢我，他一定要赢我。嗯，好，大家到了，拜拜。拜。我说他肚子里憋了很多心事。没事没事呢，要不你放上来，我们帮你送过去。可以可以可以，来吧，放上来吧，放上来吧，我送你。啊，我的肩膀那跳疼大，跳包骨都。哎呀，可以可以，帮帮忙嘛，反正。来。小你。哎呀，还麻烦起来怎么样？没事。哎呀，没事，小哥。伯伯，你要不坐我边上？啊，对，你坐他边上。对对对对。啊，你去哪里跟我说了？就是哪里啊？那个在那个配音的那里。好，直走左拐，对吧？左拐这里，这里。好。到台头里面。嗯。哎，停！别干嘛去？你们去去。我们爸妈送送。怎么跑了这孩子？这里对吧？不、啊。好嘞。哦，这里啊。我帮你拎起来啊，宝宝。小心啊。好。谢谢啊。啊，好，注意安全，宝宝。拜拜。拜。那我们正好回去吧。好啊，可以。就停这儿。停这吧，那就停这呗。他们刹不住了。他们是不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还在这儿？对。到哎，写完了。何老师写完，走走。Hello， 你们怎么样？你们的成绩如何？都通知完了。回家吗？现在对。给我提一个。哎。有人抢我箱子，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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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用真不用真不用。哎，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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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好意思，大客知道大客知道。妹妹，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回头你有时间的时候，我想请你在旁边画上一些可爱的小东西。好呀好呀，先搁着一会儿，一会儿下完晚点再说。向往的图书馆，可爱哈，可爱，漂亮，走了。面无表情的小猪，我们房间里好凉快，哇，真的好舒服。哎呀，我去干活了，帮你打点声。没有，那个芷安老师跟沈阳老师可以先休息一下。何老师，你泡点茶陪他们聊会儿天。好的呀。恒仔，哎，来，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把这撕了。真的呀？什么真的？连五斗米仓库都改图书馆了，谁还能禁止咱们使这个？西西都是咱们的人。泡个茶喽。那我刚刚还在那里搬柴，我知道这是我们可以用的了，没有柴这回事儿。哦，解放了？不是，今天晚上你们去吃西北风吧，因为我已经暂停使用了。你就挂上这个之后，你就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试一下。哎，你看，你就特别舒服。喝什么茶？谁要喝茶？是谁要喝茶？暂停使用太逗。是芷安老师，你要喝茶吗？来了来了来了，你自己弄去，我暂停使用。芷安老师说，怎么好好一个人突然翻了脸？对文化人突然翻，在那坐一下，坐一下，坐一下来。茶杯都烫过了。哎，谢谢谢谢。没事，来。我们家泡茶都是这么泡的，拿大缸子泡。对对。哎呀，真舒服。来吧，接下来是这样的，我们接力，每个人必须陪两位老师聊够十分钟。真惨，我们两个人太惨了。我过来陪一下。啊，我过来陪坐一下。好，可以可以可以，快来快来。你看，艺兴手拿了本书。不是，艺兴非常爱这本书，就是那本名字最长的书。不会带团队，你就只能干到死。我觉得艺兴已经看到十几页了吧，应该是。41页。他主要是讲的什么意思呢？它主要讲的从几个维度来说，这个管理执行力，比方说惩有惩就必定有奖，然后不要以自己的好恶去做一些可能不合时宜的一些惩罚或者不合时宜的一些奖励。但是这不都是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吗？
你别，这是你这个老手不能这么说。不是不是手，我都没进过这个这管理。我觉得就是这些案例还是有帮助了，就是看一些别人的案例，这对我来这种新手老板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你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作者本身是不是成功的企业家。肯定不是，要不他干嘛写书？我就怕他都是失败经验，所以我怕都是迫不得已的出版。我就不，我因为我不跟别人一样，因为我没很多社会阅历，我从17岁到国外当练习生，就很少接触社会人群。从现在开始做，就是做这个所谓是企业家的这个转型的这个准备的时候，我才去慢慢去接触。你别，这根本不用什么，就是看这种书。哦，这个书啊，其实它作用就是什么呢？负责让其他的企业都进沟里头去。替你诱导同行的，按这个书来，然后你就正常按自己的个性往前走。他是替你排除异己的。你们有，我们也都没看出这本书，没看这本书，居然都说这本书是带钩的。人家说我怎么了？鹦鹉能聊吧？鹦鹉特别能说。那我有个问题，这个判断的基础，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你确实应该，我觉得喜欢读书总归是没错。我觉得这种书是这种书啊，它其实给服务业的。我觉得真正带团队人应该是不看这个。我觉得一行可以带着问题去看。我觉得其实看闲书啊挺重要的，管理的书还不如直接看闲书。你认识的人越多，你越容易归类。你要衡量这个人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对他更有效。对，对你对，我觉得都是本能。这个人，首先这个人能不能用？星仔他真的想必很痛苦啊。反了，是你想你是他，你不要把你想成，就你想你是那个史航，应该像你一样的。何老师，哎，你们坐着聊天来，一边摘着芹菜，摘着大蒜子，摘着菜呗。好呀，而且有成就感。说摘什么？我告诉你们摘多少，我给你们拿出来啊。这是蒜，再摘点芹菜，芹菜叶子不要了，叶子不要。好嘞。哦，行。我愿意看这么点东西，一人一颗。这个怎么摘啊？怎么摘？这外边的可以不要吧？这行了，这个叶子不要。哪位老师想掰大蒜？哎，不，这我能干，这活我做得了，我连倒个点。地心仔，你这个是要的还是不要的？这不要的，给点点吃，点点，吃点芹菜叶子。哦呦，你这个也太粗鲁了吧，别掉到地上了。哎呦。怎么你还呛到了？你还冲我喷口水啊？你又不是羊驼，你是只羊的。嗯。你们在干嘛？洗香菜。这芹菜好深啊！嗨。哇，你们刚才把这个打开了。嗯。西瓜放下去，哇，这个井这么深啊！对的。看得我腿发麻。喂。哎。喂。你看这个程度上，好嘞，可以，你搁在那儿行了，我来处理。哎，还有什么活要干？没事，我有需要。你有事叫我。好嘞。李星，你看什么书会哭啊？你看书哭吗？不，没有啊，没有。来，所以他的，我觉得他的情绪层全用在具体的，这是就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反应。人李星看的是这种管理的书，他也是怎么哭啊？你说你看这说哭，你这事这就能哭。我给你们出道算术题，好吧？算术题，有八个八，如何列一个算式让它等于1000？八个八太多，你要单四个我能搞明白。这样，我在做一帮直播课上面连线一下一个老师，看他怎么说，好吧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做一帮直播课的数学老师王西蒙，毕业于清华大学。西蒙老师好，你给我们讲一下八个八如何填上成为1000呢？拿三个八凑成888。拿三个八凑888。再拿两个八凑成88。
最后结果就是888+88+8+8+8=1000。啊，这个以后我要学会，我考别人去。对，好好玩。我们作业帮直播课的老师讲解数学题果然很清晰，这一听就会了。上学的时候如果有作业帮直播课，学起来就更快了。对。哎，何老师，一会儿啊，嗯，你们要有空去把那个书啊做个书签儿，不是类目是吗？对，咱们的书是往那现在搁还是？对对，把你们的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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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史上就你帮我拿出来吧。好，那我把妹妹也带过去，妹妹可以画个画。黄老师，你留谁陪你做饭？两个仔呗。好，走吧。马上这次我们就录完了，艺兴，你也一整季就这样结束了，好快。对啊，艺兴，你这次录这个《向往的生活》有什么感觉呢？就觉得好像学了很多东西啊。除了学东西呢，还有什么？就没有收获一份更新的友谊吗？比如说你跟彭仔。我觉得我们好像也还是蛮一见如故的哈。以前你们不熟对不对？不熟，就只录过一次快本，然后后面吃了个饭。对，但是也不是很熟。这次应该熟很多，基本上都未来要做合作伙伴了呀。因为子姐给我们算了一卦嘛。哦，子姐怎么算的？有金钱上的往来。嗯，王云畅，啊天，准不 准？刚才你在那边也是，你俩是金钱的关系。对，你俩以后合作开公司嘛，一定没问题。嗯。哦，那你们小心，到时候撕破脸的时候一定要提醒我，我来帮你们说和说和。不会不会说。你们就成立一个公司，叫做何宝宝公司。然后你们的 slogan 就叫"何宝宝我最行"。对吗？今天必出十二，就可以合出更厉害的宝宝。就师傅可以点更多下。对，可以点更多下。哦。嗨，已经很有样子了。哎，这本猫的，这本是我觉得画的特别好玩的。哦。然后这个，这也是个宝贝儿，宝贝儿明天见，这绘本我看。宝贝明天见。从前有个月饼村吃的。还有这个，就这个白茶的看不惯。我看了，觉得这个很好。对，还有这个给村里的男孩找了一本《三国冷知识》，这比较适合男孩。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书《野生动物在长春》，好漂亮啊！这本书。张秀，你的书我也拿出来了。你说你给你拿吧。啊，看你带这是。张老师带的啥？啊，这翟兄自己的书。哦，这个叫《惜别》，是写他跟他母亲，因为他母亲他们就是生前好多相处的时候。盖了一个章。盖了一个这样的章。还有这个是翟安雄最新的长篇小说《寿命》，就是改革开放时候一个复仇故事，也是个爱情小说。而且它最主要是那个80年代北京城什么样，就比如坐哪个电车去哪儿，是新华书店能买的什么菜，就整个在北京城的生活就很生动。对，他那个姜文看完之后，跟他能直接对接到我们那个差几条胡同住的24路那个电车什么样，因为俩人都记得特别熟。就这个书是好玩，就在等于复原80年代北京城的一切。所以我们这里面有给成人看的，有给孩子看的。买的。打寄给你。我也可以，谢谢。我还是继续做我的这个，这个规范化的事儿。规范化，对。妹妹，咱们把这个弄完。好。就随便画啥都行。你现在怎么定的？这全是外国语，这全这两个吧，这个就这根也争取也能外，争取也我看看能不能调调，我争取的。哦，对，你还真，这个没错。我来吧，师傅，小心手哦。好的，好。彭总，一会儿帮我把锅刷了啊！啊，好。等一下，我们放在拌的凉面里面。
为什么可以来写的？欧美文学、亚洲文学、中国文学。对对，好，贴这儿对吧？你看，咱们首先是应该是这个的上边。对，你杂志观点，杂志应该这儿啊。对，这是诗歌，诗歌是吗？很有样儿啊，我觉得。这现在是孩子，这个把这行改成孩子，行，可以，行不行？再把这块肉一会儿可以冻，搁在冰箱里冻上吧。冰还有冰水吗？冰箱里有，给我来一个呗。来，芒果在哪儿啊？我去拿。好了吗？就可以了 ，OK 了。那我们这样，我们挂牌喽。好，来，我们四个一起来，一起挂牌是吧？当当当，妹妹来快！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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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行了吧？哎，是好，喂，您说，您跟我说，往这边，再往这边，往这边，像这种，就是这样的。不是你怪歪的，我半夜我得过来听啊。这是个鬼故事，咱老师半夜就这来了。可以了啊，就可以了，真的可以了。我觉得我再来一点，看到活墙不扔了，可以了啊！这回真可以，可以了啊！来，我们拍个照，来，我站着，别，你还是挡着了，没挡。这也太漂亮了吧！妹妹的画真的画得好，这太好看了。哎，咱们这凳子真的挺好的了，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了，已经。哎呦，这真的漂亮，嘿，书真的是全世界最美的。哟耶！就算干完了吗？对，弄完了。明天让他们来来见识，让他们来赞叹一下。太棒了，走，太酷了。非常有成就，我觉得太有成就感，真的，而且这个确实好治愈啊！不，因为这个比干别的事都能影响很久。你想，有的人可能他长到50岁会想起他15岁的时候在这儿看的这本书，而且是他明天开始能借的书。而且这个书的整个的档次应该是真的不低。再一次谢谢，谢谢所有的给我们送书的人啊，捐书的朋友，你们是最棒的。也希望你们亲自来看看你们的书。对，这个图书馆我们可以开放的，就是您可能不能借回家，但是您来这玩的时候可以在我们这看看书。对，耗一个下午。买好之后，你知道那种愉快感，它整个这个都好像都每个都给找着自己的家那个。对。小安兄，你什么时候去我家吧？你看看我家那个。有时候上我家看我的书吧，看我摆的什么样。疯了是吧？报告。嘿。完成了，奥利给！行吧，朋友们，马上就吃了啊。OK， cool， 洗手，朋友们，好，准备吃饭。好，上菜吧。好。吃饭喽！哇，好香啊！绝了这一桌，好嘞，来吧朋友们，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欢迎这个詹老师，谢谢黄老师啊，詹老师和史航老师为我们的图书馆做了卓越的贡献，谢谢。我们从那个物质生活的追求，现在已经到了精神生活的这个
奋斗了。我们这会儿精神生活了是吧？对，这会儿就精神了，太精神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朋友们。嗯，是我拿小了碗。哦，这才爽朗啊！对，这个凉面就是应该这个碗拌才漂亮。嗯，太好吃，特别好，辣椒。太好吃，特别好吃，辣椒。丸子好吃啊。这个非常好，克伦苏沙漠有机奶。每一碗毫升里面还有3.8克蛋白质。星仔今天真的超越我的想象。搞了2碗面条，搞了好多肉粑粑。他今天一直在看那本书，他现在代表一个团队在吃，所以吃的多一点。你要代表团队吃。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咸酥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那太多种了，那个。咱俩，你推荐一本，我推荐一本。对，这个两位老师的书单来了。不是，他是爱看什么？你不用管，你不管就是闲，就是你不说，他永远不会看的书。对。不是，那你得有多少有一个？我说一本吧。叫《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儿》。这本书是去年我看的特别喜欢的一本书，中国人写的，一网友写的。我为什么说推荐这本呢？我觉得它恰恰跟你今天看这本书关系特别大。因为一个动物园让人家怎么活得舒服，让在里面不像被管控的样子，就是又有什么样的规矩，又有什么样的自由，它比你看的任何管理学的书都高明。他罗列所有动物园的，你先给你讲说这里面它的弊病在哪儿，它的好处在哪儿。所以他那个每一个动物，新加坡动物园、伦敦夜行动物园，就这些，其实就像一家家公司，就那个东西。我觉得他的那种相处方式，就是不一样的。他你推荐这本书太古怪了。嘿，你看你允许你推荐，完你就不允许别人推荐。我允许，允许。你们读书人真是，我就是，你们知识分子真是，允许允许。我觉得其实就看什么《三体》这些小说就特别好，但是我觉得你还得看一个，你看他连你也否定。我来一个，我给你按你这方向说了一遍，你又给我否定了，是吧？《三体》不是，我觉得都他要体察人情，我觉得他是从这角度来考虑的，你得根据他具体需要。但是你解释对，动物园也是管理，但是你说一个。你说一个，然后黄老师，咱们俩再审视一下他这个推荐。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战，加油！压力太大，战，压力太大。冲啊，战！我觉得可以推荐《人性的因素》。可以，可以。它是一个间谍小说，一个双面间谍的故事，但是特别好。为什么他推荐这个我一点不吐槽呢？因为他是我喜欢的外国作家的第一名，所有外国作家中的第一名。而且我就是看这本开始喜欢的，在我高中时候看的。那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什么好处，我觉得就是你就是人好，有好多那个左右为难的地方，有好多是其实真的跟你做管理是有点关系。就是人其实好多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他是 A， 他也可能是 A 撇儿，或者是那凉皮儿，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不是那自己那个，就是即使他在一个位置上，他也不完全是他本人。嗯，所以我觉得就是那种管理学，我为什么觉得管理学就是对人的认识太清楚了，他把人定的位置都定太清楚。其实真实的人就不是他这个他那个身份应该是这个人。就我觉得就是先从那个。不一点不反对你们两位推荐，我只是说，就是他
就是如果读闲书，其实第一个要义是好看。就这种书，我觉得都没有直接的作用。就是读一些闲书，可以把你自己变得复杂一点，变得那个丰富一些。然后呢，你比方说，如果比方我的老板是一个比我知道东西多的人，我就会比较信服这样的老板。其实这些东西其实是用于交流。那是啥，黄老师？你还弄过的啥呀？我用那个特仑苏沙漠有机奶做了两个芒果布丁。哎呀，哇！帮我把这两个放在冰箱里。那我就来喽。真是很好吃，口感特别香浓细腻，不是我们特仑苏沙漠有机奶还做不出这种味道。每一百毫升里面还有3.8克蛋白质。这个是那个微博的粉丝网友专门点名要做的这个食物，因为我们有在微博上跟大家互动票选，大家最想看黄老师用特仑苏沙漠有机奶做这个芒果布丁。哦，就是那个奶都有那个质感。嗯，你看什么叫安定，连小爱吃都在中间趴下了。作息到了，这地方太好了，真是一个难，这个叫被时间遗忘的地方。蹲在这儿没感觉时间流动，不看手机不看表的话就是这样。对，就是的，在这就是不会看那些东西。对，那这个岛上的这些人是好多年前就在这住了。对。那他姐他就是所有的孩子上学都是坐船出去上学。这儿没有学校？没有。对，这岛上没有学校。那你们咱们做这图书馆也是岛上第一个图书馆？那是吧。对，孩子们放了学就可以回来读书。这书都够一个人读一辈子。当然。那可不，真的，人这辈子能看的书没多少本。还有《三国演义》，我推荐，非常好看。而且《三国演义》，我推荐大家听一下评书。我很小的时候听《三国演义》，听到什么姜维之死，那么大的一位蜀汉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就这么死在了乱军之中。就最后那四个人特别难，我想看那么大的人物，最后他是。早，早呀，早呀，早呀，妹妹，早。鹏仔真瘦了，身材越来越，真好看，就这么帅气。我这不是天天坚持 keep 吗？那我们排练一下吧，开馆仪式流程什么的。今天的主持人是不是就由妹妹承担了？对啊。我觉得可以，小朋友肯定最喜欢妹妹。妹妹，你可以找一个搭档，反正就两个哥哥当中的一个嘛。那就交给你了。什么？搭档就他找你搭档。我可以帮你主持 Q 流程。Q 流程？对，我可以说，就是很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向往的图书馆开馆仪式。油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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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然后嘞？然后开馆仪式，哎。换搭档吧，换搭档，换搭档。不知道今天对大家对我们的表演期不期待啊？我们不是表演，我们只是一个开馆仪式。哦，开馆仪式。表演只是一种助兴，然后呢？我们有几个助兴的节目给大家助助兴啊。Jam 不知道早上起来干嘛去了？他两个人去图书馆了。啊？他们两个是史上最不粘人的嘉宾。我们要不要去把他们叫回来？不用吧，他们两个人有他们的自己的乐趣，是不是？请也不要，请你不要打搅他们。Shan Jan Shan Jan， 这是世纪，怎么跑这儿来了？这个是世纪的奇妙的词，这个世纪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是不是再看一看这个诸歌的对不对啊？我再核实一遍，看看写诗歌里边是不是真的都是诗歌？这也不是诗歌，这也不是诗歌，这个是诗歌是吧？对，这是，这都不是诗歌，这个是诗歌吗？这至少这个是吧？这个是诗歌，这是。这怎么个是诗歌？这不是，这是。到里面开会。下午就是有小艺哥的一个那个表演，然后没有其他的表演。奥特曼。奥特曼也是表演环节。对。但奥特曼他其实不是表演，他就是亮相，因为他也不是什么才艺嘛。那等于是先介绍向往图书馆今天开业。开业完了，介绍今天有个惊喜嘉宾啊，是小朋友都很喜欢的第一代奥特曼来了。然后爸爸，我觉得稍往后一点吧，别前面先说图书。对啊，先介绍一下图书馆的，我们这个图书馆是干嘛用的。然后呢，在下面就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图书馆的分区，就是什么什么分区，这个可以请那个史航老师来介绍一下那个分区。然后呢，因为小艺的表演大概是20分钟左右。那是先小艺老师表演吗？我觉得先可以，艺兴来主持一个游戏，先可以是找书的游戏。好的，各位小朋友注意了，开始找书喽。这个完了之后就给惊喜，就奥特曼来了。好，奥特曼来完了之后呢，再接下来就第二个游戏，每个小朋友先随便拿一本书，然后呢，接下来看哪个小朋友能够最早最快在这个书里找到向往的生活这五个字当中的三个。都可以。好。好，然后呢，这个完了之后呢，就是下面就是小艺老师的表演啊。好，然后现场是有奶的可以发给孩子们喝，然后赢的人还可以得到那个有现场有冰淇淋机，还可以一行给大家做冰淇淋。好，好吧。奥特曼的礼物是书。书，奥特曼会送书。我的礼物是赢。这赢是吗？一个书一个赢，这幽默呢。完美，我把它带走了这张纸。带走。你要做什么呀，鹏鹏？腹肌撕裂。嚯！第一个动作，来。因为现在 keep 特别方便，在家轻轻松松就能练，每天练30分钟。这一季我身材保持的还不错吧？每天 keep 半小时，轻轻松松在家练出好身材。哇！啊！哇！啊！啊好舒服啊。H， 小欧，你俩吃饭了没？我跟你们吃饭吧，好不好？儿童节快乐呀，宝宝。哎呀，好香啊。H， 快来，跟小欧一起吃。走，咱们先过去吧，好不好？好。
我们今天可以搬几盆花搬到那个我们图书馆去，让它有点绿色。好。哎呀，太舒服了。妹妹，哎，走喽。来了。咱们图书馆，你看，好看。这个花儿，啊，这个窗台上搁一个，搁窗台上，所有的窗台上都应该放，是不是啊？你看，这个要摆着多好看啊！舞台再往哪放呢？是在这里表演。那桌子，我要不先往那边抬一点。Oh. 我们所有人就在这个桌子前面完成，可以啊。这些椅子就待会儿就小孩坐是吧？对，我们把它抬到后面去，不影响表演的区域。审核了一下，我们这个摆的数字审核了一下没有？嗯。外国文学，这是中国文学。画完了，画了些桃树。啊，看到了，哎，好。嘿嘿，你看上面都有一小只，好看。小姨老师还没打电话，他一会儿到。好，哦，这是我一会儿的位置。哎呀，小朋友的位置。丁丁，哎，你今天是坐这儿的？我是小朋友，我坐在那儿。小姨，哎。黄老师，黄老师，你剪头发了？对。嗨，你好，老师。这是小黑，哦，小黑是吗？对。鹏鹏，子枫妹，欢迎欢迎，快请进，快请进。小黑，哎，黄老师，你得第一个到，因为你得看看那个场地行不行。哇，哦，你还带个演出箱子呀，小姨。这是给小朋友表演，我做的偶。你就是奥特曼吗？哎。李翔老师，对，这是芷安老师，芷安老师，这是刘小艺，这刘小艺导演，对，老师，哎，小黑你好，哎，芷安的，小黑，哎，你好，老师，你好，你好，你看怎么弄？好，小黑你先布置吧，孩子们会坐在那儿。好，这也可以坐人，我们有那个布。你组织小朋友。好，先开始，我们先把箱子装了。对对对对对。师傅。师傅，来客人了。Hello，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来了？还行哎。什么还行？保存的还可以。你不要跟我说话。你去干什么来了？我干什么？我过来过点生活。什么生活？Hello， 哎呀呵，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呦呦呦呦呵，啊，这是社长，啊，是，对，是芷安老师，芷安老师，对，是国哥，啊，然后那时候小黑，黄老师，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刘小艺，哎，小艺，好的，小艺他今天会给孩子们演一个木偶剧，哦，是吗？你赶上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刻，真的。师傅，箱子给我吧，我去拿过去。你可小心哦。好的，再见，师傅。来，赶快到那边去，那边。呀，等着我呀！呀，然后回头我们再给他们吧。来了吗？来了，来了，来。来，小朋友们，这里。哇，你完了，这孩子不得了。他是特种兵，他是。他就叫吴亦凡。吴亦凡，来，吴亦凡，吴亦凡，吴亦凡，来，吴亦凡。来，吴亦凡，他真跑了，没事没事。吴亦凡回来，吴亦凡，太好笑了。好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吴亦凡。来，他叫吴亦凡。吴亦凡，你穿的今天是个迷彩服啊？吴亦凡，宝贝，坐到前面去。你热不热？肯定啊。肯定啊。那这样好不好？我给你拿个喝的好吗？
没事，都有，每个都有。啊、哦，你们好！你们好，快坐快坐。你们是明星？我们不是明星，我们就是住在那个蘑菇屋的啦。哦，快坐快坐。欢迎欢迎，快请坐。那个楼上也可以坐。妹妹，你好。女同学有的穿裙子不方便，所以我们男同学都坐到上面去，好不好？对对对对对，好。哟，怎么刚刚摔的？那过来过来过来，怎么搞的嘞？哎呦，没事没事没事，不是破了。哎，我知道，没关系，不哭，没事的，我帮你弄一下就好了吗？帮你弄一下，不疼的，好不好？你看跑得慢一点跑，你跑太快了吧？是不是？不跑太快了，没事的。非常快，好可怜。车来了吗？我给你吹一吹啊，等一下我帮你擦一擦。我先偷偷给你一本书，他们都没有，因为你最勇敢，而且你在小天鹅幼儿园，对不对？我猜你上中班了，对不对？嗯，这个书一会儿你可以拿回去看，好不好？像奥特曼一样的，好吗？等会儿帮你擦一擦就好了啊。可以了，这个是不疼的，你不要帮按哦，我帮你抹一抹好吗？一点都。多就是我的。对，你好，就给你啊。擦一擦不疼的哦，你最勇敢了啊！车来了吗？我给你吹一吹。好。都看一下，一会儿还给他哟。都来了吗？都来了，没来的举手。哎，没来的怎么举手？来了举手，开始，开始，快点开始。没来，我来了，举手，来了。好。恭喜各位，预备。好，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彭昱畅，彭彭哥哥。首先。很开心在这个六一节跟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在这里，而且这是向往的图书馆啊。我不开心。你不开心吗？一会儿我就让你开心好不好？好好，六一节嘛，向往的图书馆第一天开业，哎，一会儿还有很多礼物送给大家。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吗？嗯，面子了，黑色小。好，你先听我说完好不好？给我个面子。好像不太好主持啊这个。今天特别难带啊，砸场子。好，先不要砸场子，一会儿我们可以请大家吃冰淇淋，好不好？大家，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向往的图书馆今天在六一儿童节第一天开业，它是微博上很多热心的观众和网友给我们白林洲的小朋友特意选出来了很多书，然后大家可以放学了就过来看，但是要记得有借有还，然后还要好好爱惜这些书。对，然后包括自己家的父母啊也可以过来借书看，这些都是没有限制的。然后我们现在就到了重点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呢？艺兴哥要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先介绍一下我们图书馆吧。对，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对，接下来大家可能不是太了解图书馆到底有哪些书的分布，我们就请史航老师跟展老师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好，我们从门口走进来，首先会到这儿，然后呢小朋友按自己的个头看这一行，如果再长了两岁就可以看这一行，最后到最上面。那么我们的书什么样的？有的是好多故事的，有的呢就是好玩的。你看看，这都是猫，然后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这叫绘本。我家有猫，我家有猫。太好了，还有这本书，这个你们以后要上学，上小学语文课，要你写作文的时候，你不知道写什么。这本书叫《642件可写的事儿》，它比如说，你家狗狗最近做的一次梦。那家里有狗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们家狗做过什么梦吗？对啊，那就要想办法去了解它。
然后就可以。哎，他知道他们家猫咪做的什么梦哎？是吧？什么梦啊？猫咪有时候做恐怖梦，有时候做白日梦。哇，说的很棒。说的真好，很好，非常棒。然后呢，长大了之后就得往前走，所以这儿呢叫欧美文学。它有很多的外国的故事，这儿开始亚洲、中国，一直到这儿。注意，这一块叫什么呢？这一块叫做传记，都是一些真实的活过人的一辈子。然后这个图书馆呢，不光是给各位小朋友的，也是给你们的家长的，爸爸妈妈。所以每个人呢，今天要回家要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咱们这地方有了一个图书馆。可以到这儿来休息一下，翻一翻书，然后可以看，把这些书都看完了，差不多一个人可以过一辈子了。哇哇，可以看一辈子的书。哇，谢谢谢谢翟老师，太棒了。刚史航老师跟芷安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相信大家肯定也了解了图书馆的规矩和规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让大家更熟悉一下图书馆到底有哪些书，好不好？好，好，我们请一星哥哥。好的，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好，这个游戏是这样的，有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做《晚熟的人》，啊，不知道谁能够在这个书架里面找到这本《晚熟的人》呢？我觉得这样好不好？我们第一排、第二排和第三排各选，各选两个小朋友，你们自己讨论。准备好了吗？那我来选，我来挑选喽。这个最后小朋友，你认不认识字儿啊？认识字吗？啊，不认识字儿，那怎么挑啊？好，我来挑选喽。我觉得他非常积极，他也非常积极，他也很积极，对。然后后面两排来何老师选吧。我看到这个小朋友一直在举手，你可以参加，你们两个也参加好不好？好，你们六个，你们六个来。好，来，准备，开始。好，开始。其他小朋友，你看他们现在就是在找书，以后你们也可以来这边找书，找你们想要的任何的书，好不好？好的。哇哇哇哇！太棒了！哇！好棒，好棒，好棒！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对，好，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来，我们掌声先谢谢一星哥哥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玩的游戏。好，来，我们听听看子枫姐姐要说什么。下面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来宾要来看你们，你们有没有想到是谁？有没有人能想得到？百忙之中抽空来的。百忙中他很忙哦。来，你先说。一个老人，一个老人，老人其实也对，他年龄可能很大。那觉，你觉得是谁？何老师，我在这呢，我一直在这呢。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大家跟我数三二一，请这位嘉宾出来，好不好？好。好。对。要倒数哦。三。二。一。很开心今天你能来到这儿，你开心吗？那
你喜不喜欢我们这里的小朋友啊？小朋友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他喜欢。啊。今天奥特曼来呢，也跟大家带了很多的礼物，然后一会儿也会分给大家的。但是有没有小朋友现在想跟奥特曼合照或者是握手？啊，那想跟奥特曼合照的站到奥特曼身边去，好不好？来，注意安全。好，来，快去。那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好乖啊，长得好像我们家鹏鹏。好，来，准备喽。好，来，预备，拍照，一、二、三，奥特曼。哦，太棒了。这是奥特曼送给大家的礼物，好，来，每个小朋友都有，好不好？不客气，不客气。嗯，我们要说什么？谢谢奥特曼，好。好了好了，小朋友小朋友，奥特曼现在要去执行任务了，他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哟。我们要谢谢奥特曼，奥特曼要执行任务去喽。奥特曼，好，奥特曼再见。拜拜，奥特曼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好，小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准备好那个要看木偶表演？是。好，下面呢，我们就要请小艺老师。和小黑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表演。来，我们坐前面来，好不好？来，我们把垫子给大家铺上，大家可以到前面来坐，好不好？大家可以坐到这个垫子上面。好，我们一起大声倒数十个数，我们演出就开始，好不好？好。哎，这个声音可不可以再洪亮一点嘛？好。好，准备。十。故事发生在这个箱子里，箱子里有座小村庄，小村庄里有位老爷爷，老爷爷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哎，就是这个屋子里。爷爷每天吃饭、睡觉、做翅膀、做翅膀、吃饭、睡觉。村子的人都叫他做翅膀的老头。哎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就那家里边乒乒乓乓敲敲敲敲敲敲个不停，吵死了吵死了。喂，哎，你才吵死。爷爷脾气挺大的啊。哎，看他身上脏兮兮的，衣服也不洗，头发也不洗。哎，成天在家里边也不出门，不跟人说话，是不是有病啊？爷爷不建议大家怎么说呢？爷爷要是累了，就会喝点茶。爷爷好像要干活了。谁呀？爷爷在写东西，我们看看爷爷在写什么。看看爷爷。哎，我看，我帮大家练一下啊。看，爷爷写的是：张开翅膀，勇敢飞翔。
勇气是一双美丽的翅膀。嗯，哦，原来爷爷每次都会把祝福的话语写在翅膀上，送给全世界想飞的孩子们。来了，爷爷，我来取翅膀。谁来了呢？邮递员。嘿，邮递员叔叔来收翅膀了。滴滴滴滴滴，一个。梆梆梆，滴滴滴，两个。梆梆梆，滴滴滴滴滴滴滴，梆梆梆，三个。梆梆梆，滴滴滴，梆梆梆梆梆梆。空运。海运，空运，火车，啊！就这样，邮递员叔叔把翅膀送到了全世界各地。然后呢，小朋友们也给爷爷回信了。爷爷呢，每天托我给小朋友念念信啊。我们来看看今天小朋友们都写了什么。哎呀，星期一，凯凯小朋友说，他想成为一名歌手。星期二，鹏鹏小朋友说，他想成为一名宇航员。星期三，星星小朋友说，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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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他写了好多哈哈 哈。还有吗？上面好像还有一滴口水的印子。他可能特别开心。星期四，峰峰小朋友说，我想成为一名动物饲养员。哦，你们有没有喜欢小动物的呀？哎，举手。哦，好。看这个，星期五，意义小朋友说，我想找到那块丢失很久的橡皮擦。哦，这也算梦想吗？像。嗯，特别好。哎，就在这个时候啊，爷爷说话了。爷爷说什么？我再听听。爷爷说他想让我问问今天在场的小朋友，你们有什么梦想？然后他给我了纸和笔，让我把纸和笔呢发给你们，然后呢，你们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啊写到纸上，通过我呢交给爷爷，好不好？来，大朋友也可以写，好不好？来，不会写没事，我给你笔，可以画画啊。来，啊，来，谁来帮我来发发笔？我来。来，哦，好。哦，老师帮我。好多笔呀、啊。哎，不客气。来，每个小朋友都有笔，是不是？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还有谁没有笔？啊，还有谁没有笔？我还没有笔。好，来这个小朋友。哦，这首歌结束你们就要写完。哦，加油，快写。大家写吧，行吗？不会写字的可以画画啊，对，不会画的画个圈也行啊，想画什么画什么。好，把名字也写上。你想写什么？我帮你写。来，我要看大象。你想看大象？真的吗？大象就那个鼻子超长的大象吗？好，你会不会画大象？想不想画大象？你不想画。想画什么画什么。那你写个你的名字好不好？他也不会。我会写字。你不会写，你画个你想画的东西，好不好？你跟我一起画个笑脸好不好？哎，哇，这是什么？给我。
哎呀，好厉害！你知道吗？你为什么想看男生？对，你问他，你看我喜欢什么？喜欢我，我从这开始。我想见熊猫。你不想见熊猫，那你以后肯定会见到它。我也会见到熊猫，我都会。好了吗？接好了给我，邮递员哥哥在这儿。好，先把纸给我啊，叔叔，叔叔，叔叔，那个后面有个小朋友，叔叔叫哥哥，啊，哥哥，你看这便宜就占了。邮递员哥哥在这儿，对，先好，你给邮递员哥哥拿上。好，最后十秒钟，十、九。8 7 6 5 4 3 2 1，谢谢邮递员哥哥。邮递员哥哥收到了这么多信，现在啊，邮递员哥哥要给爷爷读信了啊。第一封，永远和好朋友在一起，还有一个圈儿，这是哪位好朋友的？永远和小好朋友在一起，嗯，是这位小朋友，好温暖，谢谢，志安小朋友，志安小朋友，还有一个圈儿，爷爷收到了。第二位，拍更多好作品。哎呀，这个怎么还念了呢？哎呀，不好意思了，特意折上了，怎么还？第三个，星期二。我想长大以后成为一位歌曲叉叉歌手，或一位独奏家，何子轩。啊，好棒！星期二，我想成为一名画画家和教师，彭俊娇，小朋友的，哇，特别棒。黄雨熙，我想成为一名画家。哇哇，谁的？谁是黄雨熙？啊啊，好棒！长大了，我想当宇航员。吴亦凡。好。哦，好。他真的叫吴亦凡。带领华语音乐走向世界，培养更多的实力偶像。艺兴哥哥。艺兴哥哥。哇，有人陪你了。你们真的是不用念名字就知道是谁。吃好多好吃的，哈哈哈哈哈哈，黄渤小朋友。多么的质朴简单，这每个人都要读的。我想成为星期二，我想长大了成为一飞员，一飞行员，一名飞行员，一名飞行员，员字写成园丁的园。宋世奇，谁？我。哦，飞行员，小飞行员。哦，啊。我想成为一名警察。哇，宋宇阳。好。好，了不起。然后字写得很好哎。对。我想成为画画家，画很多美丽的图画。王亚宁，哦，特别棒。我的梦想是宠物店的员工。哦哦，谁的？谁写的？哦，啊，我想看大象。哇，我喜欢这个梦想。谁想看大象？谁想看大象？谁写的？谁想？你写的。哦，来，棒。爷爷一定会带你去看大象。我想变成一只小鸟，在天空飞翔。看下面的世界，看下地的世界。下面的世界，玫瑰。下面的世界，彭子轩。哦，我也想变成一只小鸟。我也想。何老师也想。嗯，这个是希望可以隐形，还可以变小。史航，史航小朋友变小了。这个是吴什么的吴头，吴雨桐小朋友，
画了一个火箭，火箭是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尖尖的房子？是房子，是房子火箭啊、哦，就是房子火箭是吧？行，我不会说，哦，特别棒。李君航是吗？他，然后画了一个像小老鼠的老鼠头，是不是想把梦想放进老鼠的耳朵里，然后让老鼠带着他到处跑？嗯，是不是？对，是哦，好，好。彭雨前，是不是？彭雨前，彭雨前没有写字，画了一个画，哎。这是一个萝卜房子，是不是？对，你想一直住在萝卜房子里面吃萝卜，是不是？哦，愿祝愿你。萝卜有什么？维生素。萝卜有维生素。我喜欢吃。真棒。画了一个，应该是一个小太阳，还有一个小舌头，是不是想吃太阳冰激凌？好，特别可爱的啊，李亚宁。我摘了一个红色的萝卜，哦，好可爱。刘振东，也是画了白云，还有小花，还有房子。啊，好棒！那是萝卜花吗？萝卜房子，希望，生活能够美美好好，对，平平安安，长长久久，对，幸福的家。有钱了，要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嗯，向雅琪。哦，棒，真好，好棒，特别棒。好，最后一封信，可以平凡生活，国泰民安，黄磊小朋友。哎，哦。那个小朋友，好，我就把这些信啊交给爷爷。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爷爷把信呀，送到了世界各地，送到了欧洲、亚洲、非洲、广州、白林洲、长沙。还送到了蘑菇屋，送到了北京图书馆，哎，北极，送到了北极，送到了博物园，小鸟的翅膀里，鳄鱼的嘴巴里，蜗牛的壳里，向往的生活里，哦，就这样，对，爷爷种了很多翅膀，寄到很多地方。但是爷爷坐不动了，年纪大了。于是爷爷决定做最后一双翅膀，送给谁呢？爷爷决定把最后一双翅膀送给他自己。快看，最后一下，我去！翅膀做好了，翅膀飘在空中。
飞到了爷爷背上去。嗯嗯嗯嗯，你干嘛？是要带我飞吗？失败了，又失败了。你是要带我飞？好，那我就爬高一点。爷爷爬到了屋顶。爷爷想干嘛呀？爷爷。哦，爷爷想飞，但是太高了。爷爷，一把年纪了，不要冲动啊！爷爷，闭嘴！爷爷，爷爷，你对我，爷爷跳下去了。爷爷翻滚着，爷爷，小心啊！飞起来了，飞起来了！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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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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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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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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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闪电啪啪啪，哇，小心啊爷爷，把我和小鸟飞在一起啦，好大的什么棉花糖，我的泪点飞到月亮上去，那个飞屋环游。飞呀飞飞，月亮上果然是寸草不生啊，墩儿墩儿。爷爷在城市的上空飞翔着，电光点亮了整座城市，爷爷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就在这时，爷爷看见一只正在过马路的小狗。突然，一辆飞快的汽车，砰！没了，羊羊的飞了，死了，撞飞了，撞晕了吧？应该是撞死了，撞晕了。爷爷看了四周没人，飞了下来，叫道：“小狗。”爷爷看实在是没人，抱起了小狗，将小狗抱回了家。爷爷摸了摸小狗的头，爷爷给小狗疗伤。就这样，小狗渐渐好了过来。可是小狗还是一直叫呀叫呀，因为小狗的脚被撞坏了。爷爷看了看自己的翅膀，爷爷决定把自己的翅膀送给小狗。小狗，飞了起来。狗上天，狗上天。就这样，小狗不见了。小狗不见了。爷爷拿他所有的积蓄，印了很多很多的，这叫什么？寻狗启事。寻狗启事。贴到了超市的门口、医院的门口、公交站。可是，一天一天过去，小狗始终没有着落。爷爷实在是走不动了。爷爷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夜幕降临了。屋外刮起了大风，
一天清晨。小狗回来了。小狗，小狗，是你吗？小狗在爷爷身上特别开心的叫着。爷爷摸了摸小狗的头。就在这个时候，小狗给爷爷带来了一块小蛋糕，哎，还给爷爷带来了一台电视机。哎，小狗跟爷爷在家里一起看电视，太阳出来了，窗外是一片金色麦浪。爷爷准备给小狗洗个澡的。爷爷问道：“小狗，你去哪儿了？”爷爷，爷爷，我去找我的小主人了。哦，就在这个时候，小狗对爷爷说道：“爷爷，如果那天我不出门，不去找主人，就不会出门。出门之后。”遇见你，遇见你后，我有了小翅膀。你的翅膀，你的小翅膀，我很喜欢你的小翅膀。就在这个时候，爷爷正在给小狗洗澡的时候，小狗啊打了个喷嚏，啊啾！小狗的鼻涕里冒出来一个巨大的鼻涕泡，这个鼻涕泡变成一个大气球，把爷爷和小狗带到了天空中。他们在天空中越飞越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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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飞越远，越飞越高。就这样，爷爷和小狗快乐地生活在云朵上。他们继续给全世界想飞的孩子做的翅膀，于是天空中就飞来了很多背着翅膀的小朋友。他们飞呀飞呀飞呀，飞到了云朵里，飞到了彩虹里，飞到了雷暴中，飞到了闪电，但是他们一直在天空中大口大口地吃着棉花糖。我们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谢谢。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谢谢，谢谢小易哥哥，谢谢小黑哥哥，谢谢。屁股都坐麻了，屁股都坐麻了。好，好了，坐到这儿来吧，啊，把凳子拿回来坐好了。哎呦，真好哎，真好啊，啊。小朋友们，今天那个黄渤哥哥给大家带了非常好吃的小蛋糕，好漂亮。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然后呢，我找了个名正言顺的一个理由，大家可以吃点好吃的。来，我们拿到要说什么？谢谢。哦，不客气。我不吃。吃一个吧。还有谁要吃？哎呀！哦，不客气。谁喜欢吃？还有啊，小朋友们，以后这个图书馆就是你们的了，你们自己爱护好不好？啊啊！我们会拿箱子，那走吧。
好，李青，拜拜。好，拜拜，石老师。再见。拜拜，小黑老师。小波，你在这先弄会儿啊。明天不是想给大家弄那个告别音乐会吗？有个舞台装置这些问题啊、嗯，我说就把小易再留下来帮着叮叮弄弄的好不好？好呀，小易。可以吗，小易？我在这儿，可以吧？我可以，你可以哈、啊，我可以啊，再留一天。好，那小黑，你到这儿参观上我们蘑菇，带他去溜达一圈。哎，哇哦，草莓的，谁刚才谁要吃草莓的？啊、哦，我要双击啊。哎，等一下，等一下，因为刚才这个，我们这样来，我们做一个游戏，看谁能最早吃到冰激凌。来，我们先让女生玩好吗？男生先等一下，女生先站成一排。女生优先，男生靠边。啊，女生优先，男生靠边。女生是这样一排。哦，好，一拜，你们做的要跟我说的相反好吗？我说往前一步，你们就要往后一步。我说蹲下，你们就站着不动，好吗？来，一拜。带您看看我向往的健康生活。早上好，我和 Keep 一起跑步，开始户外跑，今天的速度又有进步，您已经跑步5公里，终于干完活了，未来拉伸拉伸充充电。师傅做的饭真的是太好吃了，去跳个操燃烧一下我的卡路里。上 Keep APP 搜向往，轻轻松松在家运动，每天都是向往的生活。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淘宝买菜提醒您稍后看点。但是叔叔，你过来。叔。小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就可以回家了。小朋友，星期五的小孩玩的游戏行吗？星期五。啊，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淘宝买菜，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直播课上作业帮，好成绩有人帮。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七猫免费小说，免费看书100年，七猫免费小说。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Keep APP， 上 Keep 轻松运动，过向往的生活。特伦苏，向往的生活下节更精彩。特伦苏，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这里是由特伦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淘宝买菜，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直播课上作业帮，好成绩有人帮。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七猫免费小说，免费看书100年，七猫免费小说。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Keep APP， 上 Keep 轻松运动，过向往的生活。想去哪玩说走就走，真的不是凡尔赛。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现在扫描特伦苏活动装产品箱内奖卡上二维码，就有机会赢旅游基金大奖，听说还能绿化沙漠，在线云养牛，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吧！你们做的要跟我说的相反好吗？我说往前一步，你们就要往后一步。我说蹲下，你们就站着不动，好吗？来，预备，向前一步。好，有一个错了，哈哈，大家等一下，好，来，再来预备，向后一步，向前一步，向还有一个错了。好了，再继续蹲下，两个又错了，好嘞，好，向后一步，向后一步，好，行，好，那就是第一、第二，这是第三名，来到这后面来，好了，女生可以排队到这儿领冰激凌了。想要吃什么味道啊？什么味道？什么味道？双拼。双拼啊。不客气。什么味道？这个双拼啊。好了，来，男生来吧。香。不客气。向前一步。哎呦，也是双拼的。向后一步，向后一步。好了好了，就这样排队过去了。好了，会排队吧，排队领冰激凌。最后一个。好，来，这两个小朋友来，还有我们吗？哎，刚才已经看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学会了啊。我们试一下，看谁能先吃到冰激凌。好，来，向后一步，向后一步，向前一步，
向后一步。哎，我割错了是吧？好了，小朋友排排队啊，女生在前面啊。万万没有想到呀！万万没有想到啊！万万没想到，怎么回事今天？妹妹，妹妹，谢谢。好吃吗？嗯。小朋友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回家了，拿了东西。如果大家以后想来看书啊，包括等下吃完晚饭啊，就可以来借书，但是一定要记得，借完了书就要还到原位，然后借回去了就要按时归还，好吧？好。嗯。那叔叔，你过来。叔叔。没来是这么。别来还好了。没有。我也是，刚刚他也是叫我叔，还没长大怎么就老了？咱们俩星期五在小孩玩的游戏行吗？星期五。嗯。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淘宝买菜，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直播课上作业帮，好成绩有人帮。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七猫免费小说，免费看书100年，七猫免费小说。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Keep APP， 上 Keep 轻松运动，过向往的生活。特伦苏，向往的生活下节更精彩。特伦苏，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这里是由特伦苏有机奶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向往的生活》指定拍摄场地：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湖南常德桃花源。《向往的生活》霸爽美味观螺霸王，可以喝汤的螺蛳粉，嗦粉喝汤就是爽。《向往的生活》指定用油道道泉，油酸高达75%，道道泉高油酸菜籽油。《向往的生活》指定产品：火星人级成灶、大师级蒸烤一体机。向往的生活台网甄选绿源电动车，绿源液冷电动车持久续航保用6年。向往的生活台网甄选17光年国酒，谷味浓零添加，美美好时光。咱们俩星期五在小孩玩的游戏行吗？星期五。嗯。星期五我们不一定在了嘞。星期六。你们可以自己玩。对。你要拿哪个？肚子饿万岁！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去选择书，从这边开始是低一点年级的，然后越来越高，你们看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些你们看可能还稍微有点早，因为这也有很多好玩的书。可以啊，谁要借书啊？你要借书吗？带回家。野生动物。那请跟我来。请到这边跟姐姐登记。来，我们填个东西。序号一。你为什么想借这本书啊？我要看这个。你看，野生大缉毒者万岁。这是刚刚那个有胡子的叔叔送给咱们。哎呀，挺好，挺满意这事儿。对，我觉得咱们这应该是很有意思。向往的图书馆多好，应该是什么时候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再跑出来看一眼。是是是，这种会让你回想。嗯，看看这个图书室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把它书重新摆一下。
很难得与所有人都是好人的人们在一起，而且还是个好地方。2021我要过向往的生活，休息，治安。春风十里，走不如这里。2021，我要写个剧本，下次向您落实，太好了。这边就留给他们了，他们自己玩，我们可以走了。拜拜，拜拜，拜拜。记得看好了，书要放回去哦。走啦，拜拜。我姐姐不要走，我得先走了，我回家了，拜拜。好好看书。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淘宝买菜，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直播课上作业帮，好成绩有人帮。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七猫免费小说，免费看书100年，七猫免费小说。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 Keep APP， 上 Keep 轻松运动，过向往的生活。特伦苏，向往的生活下节更精彩。特伦苏，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今天上淘宝买菜实惠又方便，淘宝买菜提醒您下期看点。走吧。哇，师徒互殴，嘻嘻，太可怜了。阿蒙，今天炒菜的重任就交给你我了。好嘞，今天是孩子们做饭，你怎么回事？对对对，来妹妹来。你说这不手欠吗？看这活就想马上去。行政总厨突然看了一女孩回头，别气愤，桌子上面的啊！你们自己在，给我滚！我家气愤了。这楼梯咱们现在谁敢上去看一眼上面？我看一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 登录芒果 TV APP 线上助力蘑菇屋，种树营周边。每一年在乌镇戏剧节都会举办一些朗读会，这朗读会呢非常有意思，就会邀请来到乌镇戏剧节的，有的是剧作家，有的是演员，有的甚至就是观众，然后呢上台来跟大家分享你任何想要分享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也是我自己能够感受到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阅读的氛围。对，柯老师就读过很好的，我每年都参加，我很喜欢。我也每年都参加。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今天也可以举办一些朗读会。来个我比较熟悉一点的吧。这个是彭彭的一位好朋友，对，彭彭也演了这部戏《大象席地而坐》。我花费了很多年探索向外的通道，但绳索一般的莫名事物总是将我拖拽回来。在这巨大如黑洞般的世界里，我不知道绳索的另一端拴绑着在这洞窟的哪一部分。去探索那个源头，便会远离洞口，而洞口微弱又时时刻刻在消散着，消散的光令人恐惧。我仅有的一次接近那种真实的存在，是在深不见底的湖水中。下沉中我睁开眼睛，被冰冷包裹，数不清的细碎事物凝固于此，所有的方向都朝着无尽的黑暗。好听，你念得非常好。太好了，有一种安静的力量。